噔噔噔噔噔，太重了吧？对，然后要再做一个，你刚刚压在屁股下面那个。哦，是，答对了。哇，做一下子就做两台了耶。哇塞！给小乖还有乖乖看，我们吴心怡有新的车子，嗯，警察车耶。好，那再来做一台什么车？你会做这一台吗？那要先找勾勾，这个啦，这个才是勾勾。哦，还有勾勾线耶。可以吊车哎，那要先把钩钩线收起来。线要怎么收？要用转的，这转这里，慢慢转转转，这样就可以收起来。有收起来吗？等一下。好，收起来。然后要找黄色的。黄色的这个还有那一个，然后它的车体是什么颜色？是这个。它也有这个呢。对啊，它的车体是绿色的。还有这个。是绿色的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噔噔噔噔噔，哇，有这么多种颜色的。噔噔噔。要看怎么做，哇，真是太好玩了。嗯，有装好吗？好像这个太急了。是哦。有哦，装一个，然后前面是红色的，红色的在哪里？这个。对。哦，那个装太后面了，吊车那个，你看，它后面还有空一格，对不对？嗯，哦，对，答对了。好玩耶！哎，可是上面怎么没有这个哦一哦一的？哦耶！又完成了，要把那个吊车线收起来。要做新的。耶，做了三台。做了三台。那我再做一个吧，黄色。那你会做这一台吗？哦，这一台是什么？油罐车哦。嗯，油罐车。它有这条线。嗯，我想要先做红色的。你要做哪一台？油罐车。嗯。油罐车，油罐车看看有没有。它的车是红色的。嗯，就是它很偶一偶一的。然后。它有偶一偶一的呢。对呀。哪里有一的？哦，它可以就是组装啊，那就要变，把这一台变过去啊。哦，还有这个是在做什么的？你看，是推车的。哦，你就要发挥你的想象力。这样子，是这样子。哦，发挥意义的想象力。哦，是哦，嗯，是勾在后面的吗？嗯，要轻轻的，轻轻的，用很大力它会坏掉。我想要先做这个。好。它有橘色。然后呢，这里接。你那个拖车借我用一下，看这个要怎么。哦，它是这样，你看，这样，咔，
哦，然后你现在在做那个红色的车底。那个这个是车。对，就是它。这样。哇，你做了四台车了耶。嗯。还有一台呢，这个。这个是什么？麦当劳。嗯，这里。这里有一个麦当劳。对，然后可以发一个这个。那还有红绿灯呢。那红绿灯呢？那我们还做那，我们还没有做那个呢，管的这个那个、啊。